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思念主恩，献上感恩，珍惜眼前。诗篇十六篇第五第六节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到的，你为我持守。因素让乎我的对界坐落伫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水。有一个大伯囡仔徛伫咧偏远的乡村内，伊每一暗暝，上帝欢喜看到伊，就是无远的池塘上有一栋银色厝顶的房厝，伫月光下闪着美丽的光芒，伊心内真羡慕，时常会想，迄个房厝真水，若是会通徛伫遐，该是偌好啊！我一定要去见识见识。我一个暗暝，一个大伯囡仔就往小镇去，要探访迄栋美丽的房厝。到了镇上，大伯囡仔却无看到任何的一栋房厝，只有银色的厝顶。大伯囡仔就问路上一位查某囡仔：“请问伫遮是毋是有一栋银色的厝顶房厝呢？”查某囡仔想了一想，讲：“哦，我知影，但毋是伫遮。”我带你去看，这个查某囡仔带伊到一个山坡，往前一指，大伯囡仔带着青筋，迄个唔正是我所徛的乡村吗？伫月光照落之下，大伯囡仔看到家己厝内的厝顶也同样发出银色的光芒。原来伊就徛伫咧一栋有银色厝顶的房厝中。弟兄姊妹，咱常常只顾着追求美好的未来，却忽略了近伫身边的幸福。若一通时时感恩，便将发现现在所拥有的每一项物件，拢是上美水的祝福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看顾阮伫世上的日子，互阮伫物质上无有欠缺，也有陪伴阮的厝内的人甲亲友。求你帮助阮，会通满足于阮所拥有的一切。无论是在物，还是身边的人，阮拢要好好的珍惜，看为宝贝，因为拢是你所赐予阮的，拢是美水的，为予阮生活一通过得幸福快乐。阮献上感恩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